他听这个就是浪费掉了，你不给他看经典就是浪费掉了。不能说不看经书，累了也不看，好、哦、不看没有关系。但是老师，我们要知道他是不看还是累了让他休息一下。我们的六根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我们都要让他怎么样？都要让他吸收进去，这样子就很快了。读到我们的八思田中里面去，读到我们的学艺里面去，那这个孩子啊，他就听得懂，他听话就听得懂，他做事情一点没搞得两句。这个是很简单的啊，你最注意到。亲爱的伙伴们，我知道你们来自教育界的老师、是老师的，挥挥手。
允许大家想要喝水的，想要倒开水的，三分钟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三分钟的时间，就要回到位置上了，好吗？可以吗？三分钟，来，快点，哎，三分钟。其实你们不可能三分钟回来啦，一定后面会加个点数啊。有机会，我儿子说特别交代妈妈，妈妈要记得跟所有。
好的地方，我能给他四个字叫地灵人杰。一切的环境里面，天地人，如果我们今天因缘，今天你们大家都能舍弃这个端午佳节的日子，然后呢来这个地方精进学习，所以我们下一代有福了。就因为这句话，给自己爱的超棒，好不好？爱的超棒。怎么做？跟后学做，如果有来冰棒，第二个呢球棒，第三个因为孙悟空的金箍棒先拉出来，前些你最棒，好不好？如果是读经班，你说读经班已经最棒。如果你是今天在某个爱班、风班、人班，说一年十班，你就写一年，像我现在在带四年十班，我最棒啊！爱的超棒，冰棒、王建明的熊棒、金箍棒、读经班，我最棒，太棒了！刚刚有收到后学的小礼物吗？有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很多老师应该都有接触过的，对，有接触的抓眼叫三下，都没有看到，表示那没有接触过的脚踩三下。好，上后面玩过。如果我说后学，表示呢，我就常常在佛堂讲后学习惯。如果我讲我，你们也要接受我，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讲课的时候习惯都会说我嘛。啊，如果叫姐姐妈妈，表示我今天又进入到哪里？到学校的读经班去了，所以呢，很多身份，所以不要被我搞混啊！那你们接受就好了啊。那这折叠卡呢，小朋友啊，总共有它的款式1000多张，小朋友超喜欢的啊！所以呢，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广钢琴啊，进到一个班啊，不管是调皮的、乖巧的，我喜欢读经，我爱读经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童老夫子8个字震撼我的心。第一个句叫有教无类，第二个叫什么？因材施教。因为不管在这个班级，像我现在民国小4年10班，还有调皮的，有所谓要上启智班的，有所谓的担心家里上特教班的，有所谓的过动到老师在一个课堂上既然是把他安置在到这个年代，我现在说这个话还是事实哦，既然是要把它安置在我老师的座位在这边，这位学生是坐在老师的左侧方，学生就是坐在这个地方。咦，目前真的有这样的班级，但是呢，童老夫子就讲了，这样的孩子要不要教？所以有教无类，但是他后面加了4个字叫什么？因材施教。不管爱打球的让他去发挥打球，爱射箭的像植物，虽然他个性鲁莽，但是呢他是一个中立型的，他就培养他的性情稳定之后呢，往他的性情上去发展，像颜回无日三省吾身，好好往学问上发展。所以呢，真的我爱读经，我在13年前接触了王才贵一场的这个读经说明，这场说明呢就是在我们花莲县的师范学院，他来
但是他的这一辈子，因为我小学老师要教我六年，他给我一句名言，我真的时时记在心里。也不是老师给我名言，是老师给我的启示。我也告诉我的孩子，常常这样告诉他们。不管是你有缘的老师，或是你比较没有缘分的老师，都要感恩，因为这都有因缘的。所以呢，非常感谢老师，贵人越是恩人，所以我们不能对老师好一点吗？我们去上王才贵的课，刚刚真的要打破大家说啊，真的好严肃，大家为什么要起立敬礼？我们现在在学校的课堂不用起立敬礼，但是哈、后学期到国小哦，小朋友因为老师的关系，老师的要求哦，我虽然是一个志工妈妈，我进到教室，这些学生班长一定会喊起立敬礼，然后天天马早，然后坐下，下课的时候班长也喊起立敬礼，谢谢甜甜妈妈。如果不 OK 哦，这个不整齐哦，老师会叫你重来一次。这老师棒不棒？棒！给他们一个爱的鼓掌哦，棒！一声就好，一次，拍一次，预备，棒！哦，你们真棒，看你的默契，才刚刚到现在配合的这么好，你们太优秀了。所以呢，那
生命。那么感恩一切，那是。